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我将死战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夜雪班长，看我这小头型，还带一撮毛，在这先等一手。香味猛冲。哎呀，这把点错了，这把没点印性啊。不过没事，我们那个相位猛冲跑得快，虽然没点印性，不过没关系。开饭了吗？什么开饭了？我们要杀人，我们不做饭。这石头人一看就是要出 AP 的，哎，让他出来，别急啊，他不出来我们不出来，敌不动我不动，敌入动我才动，看看敌动不动，先学个抠。敌是真不动，我发现一个兵也不收，那这兵我得收。A 一下，外圈刮，这怎么内圈刮了呢？这不对呀，我们升了，没想到把平 A 吃药，平 A 拉回来，平 A 接外圈，哎呦我操，好走位。从石头人两波走位我们可以判断出来，这个石头人是个高手，并且下一波我们不要往前走了啊，我们直接往后拉。谁来了？来了也没有事，来了他也打不过我们。哎一下，还也来了，先去插个眼啊！不行，这炮车我得要。他不敢回城，这个位置他不敢回啊！如果现在他上来了，说明什么？说明旁边有凯隐啊！说明旁边有凯隐，我们可以不跟他打。这疾跑开起来，杀石头人，蹬回来 ，A 接 W， 没蓝了，我靠！杀我？你杀我，小伙子！我有闪现，你想杀我？你这在开玩笑，简直是开玩笑！非得打我双招，有点烦，这个人。来上路，赶他一波呀！这不赶他一波，先来个皮孩。这石头人赶他一波，是不是杀了？你说说。我的炮车蹬回来 A 向位猛冲 W 减速外圈刮平 A 一下血怒触发流血，哎呦我漂亮，哈着给我们让了个人头，不错小伙子，不错，走回家，我们先来个水银骸，让他没有办法控制得到我们。哎，
先来个水银海。真不错啊。小心点啊，这动物可不好打呀。哎，中路是不是得干起来了？我们瞅一眼啊，让他抠 W 外圈刮平 A 拉回来，血怒触发，把药吃了。哎呀，不行，这外圈挂挂不到。先去采个那个，先去吃狗屎啊！他如果升六的话，我们扛不住他一套伤害。先把屎吃了，我们先吃屎。他升了吗？他如果现在还不升，我们能杀他了。啊，他升了。他升了也没关系，先来个外圈刮，我们也升了。别让他耗血，下波直接开疾跑。外圈刮，哎呦我操，这个 Q 没中，我佛了！我失误了，这波失误有点严重，说实话，这波失误严重了。这会导致我们后边杀石头人很费劲。有些兄弟肯定疑惑不解，刚才为什么我们不直接瞪他？我们如果直接瞪他的话，第一，他大招可以逃跑；第二，我们瞪完以后，这个外圈 Q 不一定能中得了。因为我们得 AW 再接外圈刮，这样的话这个外圈刮不一定能中得了，他有可能直接大我，他大我我们中不了的话，有可能会被他给杀了。先来把长剑，长剑可以，再把出三项吧，攻速快一点，对拼能厉害点，他们家全是近战。嗯，中路死了，我们往中路走一波看一看啊。这晚猴可以杀，这晚猴我要让他好好的推线啊，这不好像下路可以来呀、啊、不行，还是去中路。晚豪九级，不过没事儿。你有大呀，哎呀没大出来，我操，能给他换了不？换了也行，哎，还行，可以接受啊。不行，这小锤儿不能出。这晚豪中路刚才杀这火蓝没放大呀？哎我操！虽然我们死了，但是把晚豪杀了还行，还算可以接受。只不过石头人发育了一波。哎我操！你看这玩意儿不好杀，兄弟，能踹死他不？踢中！
能杀，等我上吧，我们直接越塔。A W 拉回来，外圈刮一个 P， 这一个 P 没那味儿。外圈刮，杀完以后九级回家。算了，瞎子不来我们不杀了啊，瞎子如果来我们可以试一试，他如果不来的话就算了。买个小耀光出门了。这波石头人的大招跟瞎子的大招，谁能告诉我瞎子一级大招多少秒吸地？谁能知道？有没有人知道？好拆 ，A 一下加速。蹬回来，外圈刮，不好杀，算了。哎，真能跑，我操，要不然这英雄就是有点烦。真能跑，几个人不好上了，兄弟，晚豪来了，撤，晚豪来了，不好打了，这不杀这怎么杀呀，兄弟，他拍地板我一共就刮着他一层血怒，这怎么杀？闪现拉回来，平 A W 接外圈刮一个 A， 再一个一个 P， 他们家人没在，把上路塔推了，刚好一血塔，哎呀，虚负啊这波。再推一波，刚才塔下杀石头，居然有兄弟让我杀石头人，我确实真是没想到，真的有兄弟居然想让我刚才塔下杀石头人，跟我来了一句这不杀，你是想让石头人把我杀了是吧？回上路吧，下路不好去，我们还是回上路，这波回上路啊。可以直接过来杀，外圈刮，查眼儿 ，A W 平 A 平 A 跑了，跑的有点快，没关系，我们二速鞋，他回头抠他就死，晚豪来了。这怎么屁股后头还出来个碗猴？哎呀我天，石头人的英雄是真烦，跑得太快了，他有大招能跑，我们又没位移，你知道吧，又不是那种塔下耗血的，就很烦。你一杀他，他大跑；你一杀他，他大跑；你一杀他，他大跑，死循环了。
必须得有疾跑有闪现才能杀得了他，然后你有闪现他也有闪现，你这这这这中午来团一波，这波可以打，就杀这板猴。这个 E 为什么没 E 到啊？我蹬回来 A 接 W 接外圈勾平 A 再 A 走位再 A 一个 P W 外圈刮走位，才杀一个吗？下边来卸手，石头人又减俩，哎呀！不过板猴死了还行，凯隐没死，挺烦的。凯隐要如果还死了的话，就血赚。下路先带波线，快点来！这波晚豪有大 AD 没血，怎么办？瞎子还死了，不行，小龙不能要了啊！这波小龙不能要了，我们。扫一下，那火蓝二九二，我的天哪！先把中路塔挖了，69个兵，你是真是精神病，我发现。我们闪别交啊，我们闪交了，下波团战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杀人，一定要说是对面没有闪，我们有闪。这样才能劈到更多的人，这波闪现让他杀就杀了，无所谓，死就死了。先来红宝石吧，又一点，关键我们家中单的 AP 呀、啊、伤害来源太小了，太少了，伤害不行，他二九没有啥装备，没有什么虚区，我们上去扛不一定能收割得了。什么意思？卡莎又没在，快点来中，来中锤石摸奖，哎，不上，那里边有板猴，不去。这里边有人，那锤石能不能摸一个？那锤石到底能不能摸着人？一个劈！别急啊、哦、别急上，没有钩吗？这锤石一个劈蹬回来外圈刮打不着，一个劈可以走位，给我通杀兄弟，点他拉回来打破溜玩儿，这波还可以啊，他们老要集火我，你说真的这人老集火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呀，你说你不去大他们家大我们家后排，你老跑过来大我，
赶紧出血手，血手出完赶紧的板甲，血手板甲。我太脆了，那你20分钟你还想躲右？刚才这波卡莎区区环境不错，石头人大招给我，我们必须得让石头人大完还不能死啊，你知道吧，才能行，所以赶紧把蟹手给做了。这波必输，如果打起来肯定输。哎，炸死了！别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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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炸死了！给灯，可以捡灯笼。我们来一波啊！这就两个人，你说还打什么呀？这，哎，这别往上冲啊！打不了一个劈，平 A 外圈刮走位，不着急上啊！让我们卡莎收割走位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这区区环境，生存环境真苛刻呀！这婉豪搁后边呢。假装进其实不言，婉豪是吧？你给我杀的！小龙拿了，可以来小龙，快快快！你们可以看到，每波我们都剩一丝儿血，每一波都是。哇，可以卡莎，过来来救一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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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他踹飞 ，nice！ 我们可以走大龙，兄弟们，这波大龙可以要。这火蓝怎么死的？这火蓝让人给炸死了。金克斯这个位置，来你猜。金克斯感觉会来，我不能卖瞎子。哎呀，我天哪，兄弟啊，没批出来，哎，好烦。哪闪没踢回来，你知道吧？大龙别丢了呀！大龙别丢啊！大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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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锤石，快去大龙，快看一眼！龙别丢，龙丢了，输了，应该是输了，应该是龙，应该是丢了。不过石头人没有大。这一波整的，你说，哎。可以打。一个劈，我被定住了。W 一个劈，外圈刮拉回来，平 A 一个劈，再接 W 外圈刮。吹波 Q， 给我杀！给我杀，兄弟！踹死他 ，nice！ 外圈光，对面大龙体验卡，那还有的打。回家，我们出点护甲，这个小布甲救我的命了。救我的命了，这个小部件。
那也不亏，人家一人赚了300金币。不不不不不，这对士气有很大的打击，知道吧？这很打击士气。捡个灯笼想打我，没关系，速度来团，对面这是想抱团了，不要了，我们守二塔来。这卡莎是真牛逼，啥也不说了，兄弟你敢这么走，我属实是没想到。火蓝赶紧给大呀，先把这石头人给杀了。哎哎，别守了，守基地，守基地，守基地，别死了，火蓝，火蓝千万别死，火蓝完了，火蓝死了。嘿呀，火蓝死了啊，但还好他们推不了基地，主基地不会没，没关系，就一个小炮车，没有兵线，还好。来小龙下一波还是可以打啊、哦，没事。行，这波我不应该上去救这卡莎的，我救他，我们也得死。我们没有闪现的话，我们必死。应该早点卖了，这就直接就卖他，应该。赶紧来小龙啊！这波可以到小龙。你保护下 AD， 你保护个基尔。直接疾跑开起来，蹬回来，平 A 走位 ，W 外圈刮 ，A 一刀，再 A 一刀，一个劈，来 W 外圈刮，一个劈，往前走，来走位，往前冲，我们有疾跑效果，扫描一下看他搁哪，外圈刮 W 接拉回来，接平 A 接走位接死亡，龙拿下，兄弟们，这波我上头了。给我自己一个嘴巴子！可以打，他没有大，可以，他没有大，他没有大，可以打。这不双杀吗？其实我追到这个时候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了不能打，不能上了。但我确实没想到他俩能这么高伤害，这晚豪出这装备出的，这晚豪出这装备出的挺令人难受。这波应该是又输了，我估计。我们先把这个卖了啊，看看出点啥。哎，咱来个这个。哎，可以呀、啊！不打了，剩两个不打了。哎，这波上路收兵，我们可以来个这个实现滚板甲。收集者不行，让他们先来打我没有关系，我们一手那个实现滚板甲。开个盾，让对面直接杀，秒不掉我们。22秒，我陪锤石做做眼。别做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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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做了。闪现拉回来，平 A 扫一下，一个劈，先把他劈死啊！晚豪可以杀，晚豪可以杀，晚豪可以杀，杀先杀晚豪可以。这石头人能不能追？追石头人来。16，先不着急啊，先不着急追。我们的兵线不太行，大龙可以要，大龙可以要，大龙可以要。
兵线其实还行。我们去限制海隐啊，拉回来 A 接外圈刮平 A， 再 A 血怒，再 A W 一手往前杀金克斯，往前追，他跑不了，他跑不过我没关系，来继续追，继续追，我有板甲，走位，减速，拉回来 A 接 W 外圈 Q 平 A， 再 A， 你别死了，打大龙。打大龙，打大龙，来来来来来，快打大龙，把大龙打掉，保护一下瞎子啊！先杀谁？不先杀婉豪，先杀派克，知道吧？先把他罩给破了，疾跑开起来，拉回来 A W。没劈出来没关系，不劈了，把大龙拿下回家，石像鬼了啊，差点钱，这石像鬼有点贵，差400块，中路马上复活，我们现在只要 ADC 不死啊就非常的好打，对面全部都是这种脆皮儿，他们杀我就杀不了 ADC， 他们杀 ADC 就杀不了我，他们杀火蓝就杀不了 ADC 跟我，这波的石头人可以小追一手，先扫一下，石头人死了，游戏结束。跑不过我们没关系，拉回来。这也太能跑了，而且这锤石怎么不走这里呀，兄弟，你走这个位置啊？没事，不过石头人没大了，让他跑吧。先拆塔，这波先拆塔，先把塔拆了，好。其实我们打龙魂更稳一点，赶紧过来啊！这波，赶紧过来，赶紧过来！这波卡莎别死，保护一下卡莎。好，我们直接走过来，拉回来，打不了一个 P 外圈刮平 A。哎呀，一个劈！哎呦，剩个凯隐，进你身体了，兄弟，你别跑啊！蹬回来 ，W 一个劈平 A， 这 A 别让他跑了啊！我先养着他点儿呢，这 ADC 死了没办法啊，给他劈死得了，省着再让他跑了。50块，一把翻盘的对决，兄弟们，结个账啊！